哎，大家早安啊！下雨天，大家上班辛苦了，讲个笑话给大家笑一笑啊！好，请问大家，绿豆到了下雨天变什么？变黄豆，因为穿雨衣。谢谢大家。最喜欢吃零食的总统是哪一个总统？答案是袁世凯，因为他是零食大总统。哎，龙龙啊，爸爸带你上学啦！我不要，我要买玩具，我要买那个妖怪手表。妖怪手表，你已经那么多玩具了。好，什么都不行，我要离家出走，我要找一个帅帅的骑士把我带走，哪一个比较帅？哎，应该还可以吧？你帅吗？不帅。你不帅？你帅吗？还好。好，我上车喽。哎，龙龙不要走。所以我们在这边呼吁柯P市长。我们建议他把这个台北市政府全面改成机车停车格打算，好不好？好，打住了，好的，跟我一起举手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上班加油！感谢哈哈